就是好像三方气象里面，就是在历史上有名的人400多人。是。哦，可能还不完全的能够记载下来。嗯。我的拿一个图给你看一下。这个图的话呢，就是现在三方气象的很多展馆当中，都挂着这么一个图。都是历史书上的人。对对对。对，上会长经常说的这个一片的福州三方气象，半部中国近代史。